英俊呢？你咋了？把你请屋里不愿意了？哎呀，该大帅上阳台睡觉了嘛？你说你俩也不能都在阳台，在阳台你就被大帅打了，你又打不过他，只能让大帅在阳台待着。还有偶像，偶像刚才还在这窗台趴着呢。刚才偶像还在这块趴着，偶像听到大帅的叫声，吓得夹着尾巴就跑了。英俊得有12、13斤了吧？快，你这长得也太快了。我去呀、啊，果果，你还怕好看咋的？好看呢、啊，你还坐起来了？你一坐起来就像北极熊似的。不，胡英俊，你最近这个癖好太多了吧？我手是你随便当辣条吃的吗？我又今天没抹辣椒面儿，我今天是海鲜味儿的。这俩玩意儿现在天天打，是不？果果，你和豆豆谁能打过谁？豆豆，哎呀，知道自己叫豆豆哈，因为天天喂奶嘛，一喂奶就喊果果、豆豆，喝奶了，他俩就知道了，奶爸喂奶了。你说小黑爪子还舔呢，放点漂白剂呀、啊。偶像，你说你屁不屁吧？搁窗台上睡得好好的，完了我把大帅放到阳台，大帅一有动静，偶像吓得夹着尾巴就跑了，太害怕大帅了。你说你叫偶像，他叫大帅，你俩走的都是帅气的偶像路线，怎么就不能和平相处，组成一个男团呢？你看那眼神就是挺害怕的样子。你瞅，哎呀，胡英俊呐，你就这点能耐呀？隔着窗户敢扒拉人家，过去就让人给使劲扒拉。我家 AU 谁也不怕。胡子长得太快了，别挠我，别挠我。刚才我一个手被他拎起来，大概能有12、13斤，长得真实诚。大帅偶像可没有你重。偶像，欧巴，去，英俊去安慰偶像去。你俩都被大帅揍了，你俩有共同语言。你瞅，偶像老是有点惊恐的眼神，胆子太小了。我再给你倒点凉，英俊。离远看也不知道这是果果还是豆豆，啊，这是果果，果果，吃点粮食吗？吃粮食吗？果果，新到的，这猫粮是全齐猫粮，大猫小猫都可以吃的。看看，偶像又为自己壮胆了，还哈大帅呢。但是你的姿势已经出卖了你，你有多么的害怕了？腿软了吧？走不动道儿就歇会儿，两个男人之间的互视。